宝马，来打开来看啊，这很值一个，是什么意思？来对着镜头把它打开来看看。瑶瑶啊，这就是告诉你，不要以为每次都第一是猴子，有时候太出风头，连老天爷都会看不过去。最后剩下四个妹妹了，等等，这是最后一关了，只有一个人可以胜出，到底会是谁呢？最后一关，妹妹们交在这里过。